好，我是林仙怡，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杂志。纵横台湾超过一甲子的中横公路，承载许多五六年级生的青春记忆。1980年代，年轻学子背着简单行囊，挑战徒步70公里，热血十足的中横健行队，曾是最热门的户外活动。另外，过去穿梭在公路间，总是南来北往服务旅客，金马号小姐的倩影，也是许多人脑海中的美好记忆。60多年来，这条蜿蜒山路守护着专属台湾的珍贵记忆。为了保障用路人安全，公路局首度尝试将国防材料碳纤混凝土使用于桥梁防护工程，一方面强化道路，也同时抵御落石袭击。不过，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对山区交通带来哪些挑战？柔性工法是否能让公路长久永续，与天灾共存？接下来，逐鹿中横系列报道，带您继续深入了解。这条路有一个名称叫酿壁之路，死伤了225人，一凿一斧之间去啃出来。中断20几年，我们真的日盼夜盼，天眼山区那无这条路，根本就没有离山了。中横便道受921地震的一个影响，伤筋动骨了。我们是希望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山区道路建设方式一定要有新思维。阵阵清脆敲打声划破山林间的寂静，十多位逐鹿工人丝毫不畏惧，攀附在高空，脚底下就是近50公尺深的峡谷。此刻他们正在进行的工程，攸关这座桥梁是否能够撑过下一场天灾的考验。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中横便道的17.2公里处，我们可以看到前方就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该如何让这些建设可以承受大自然带来的挑战，也成为工程人员的严峻难题。事实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桥，这个是它的桥的一个保护的一个穹顶。对，2年前的时候，它就是从那个很高的地方有一个大概39吨的石头掉下来，就把这个桥打坏了。然后后来才讲说要做这一个钢拱的保护，要从这里比较安全。哦，这里比较窄，要小心一点哦。近年中横仍落石不断，平均每公里一年多达9次。我们跟随工程团队登上鹰架，中横便道抵御落石袭击的秘密武器，首度在镜头前曝光。我们这个穹顶，它的高度啊、有7米6公尺，总共这个拱圈，宽。宽度是8公尺，那当然这个钢模是经过结构计算哦，它的钢板的厚度啊，这个加劲条的厚度啦、这些支撑材需要用多少密度是经过结构计算去配置的。这个就是剪力钉，有一个点它受到撞击，它可以把这个力量分散，重新分配传达到整个这个钢拱上面去。每道桥梁强化机制都依照中横特殊地质条件量身定做，继续往高处爬。眼前这面20公分厚的混凝土墙，更是确保安全的关键。为了加强它的那耐冲击性，来使用这个碳纤混凝土。虽然我已经从事这个行业30年了，但是可能我们一般做的这种土木的这种工程的话，就使用这个比较特殊的材料是比较少的了。工程团队经过不断试验，将长度22毫米的碳纤维掺入混凝土中，可增加水泥抗压、抗弯及抗冲击能力。桥梁穹顶落石载重力也从50吨大幅提升至260吨。这项先进技术过去多是应用于碉堡、飞机掩体等军事建筑，这回将国防材料使用于公路建设，则是全台首例。民国45年7月7日，中西横贯公路开工典礼。全长近190公里的中横公路新建于1956年，西起东势，东至花莲，是台湾第一条东西横贯公路。第一代逐鹿人靠着一支十字镐、一把本机，开创人定胜天的工程奇迹。农民弟兄在这个山壁之间在施工，有的人要垂绳子拉下去去点引信，那有时候用抽烟嘛，然后就点下去，啊，有时候来不及，
人拉上来都剩半截，被炸掉了。所以这条路有一个名称叫酿壁之路，酿就是酝酿的酿，壁就是那个碧血，碧血的碧。农民所乘坐的第一个工程是中西横贯公路，穿过太鲁阁的悬崖绝壁和中央山脉的崇山峻岭，这是历来所建造的公路中最艰难的一条公路。他们在半空中去打凿，有时候走那个栈桥，哇，那个栈桥都是用那个木头或者竹子搭起来的，人就踏在那个上面去走。他们早期就是比较没有所谓的我们现在的公安观念，都没有戴帽子啦、反光背心啊，鞋子也都是非常简陋，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在施工中其实非常艰难的。1960年5月，由10000多名入工血泪打造的中横公路正式通车。施工期间共折损225名开路工人，等于平均每开拓1公里就有1人牺牲宝贵性命。我老爸是这些开路伯伯们先走前面的，那他是属于医疗大队的，跟着后面一直跟进进来的。随着公路开通，开凿中横艰辛历史或许早已被世人淡忘。我们跟随骊山荣民第二代高朱强森走过陡峭阶梯，穿进一片静谧树林。好，这里就是响堂啊，既是我们开中横公路的哈老伯伯们。哎，他们牺牲了，现在是我们都叫他就是烈士了哈。眼前这栋建筑名为响堂，主要祭祀因开凿中横公路殉职的开路先锋。推开单薄木门，内部满是凌乱。伯伯、爸爸们，儿子来看你们了。不知道你们过得好不好，但是我都会来，希望你们能够保佑我们整个大理山地区都能够顺顺利利。这都是爸爸们，但比较特别的是哈，我们第一层中间那一位，他们其实他是我们公路总局的段长金段长，那他是在试导整个中横公路的时候呢，在花莲那个地方遇到了落石而殉职的。虽然不是我们荣民体系里面的爸爸伯伯们哈，但是也占有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亲昵的将陆工前辈称为爸爸们，高朱大哥的语气充满不舍与疼惜。比较属于开路的后期进来的老伯伯有讲啊，他说当时他进来从古关进来，棉被是10公斤，到了离山已经30公斤了，潮湿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的这样进来，就是听国家的啦，啊，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就这样子就来了，这就我们以前所谓的老陆军嘛，啊，一个绿色为一个基底啦哈。这本来都已经没有漆，都还是我们重新再上过的啊。那最重要的是，它就是一个工兵的样子，开路的工兵哈、哦。那非常大的一个精神指标。那比较重点的呢，是这支十字镐。这个真的是我们开荣民二代的他的爸爸那个时候有去拿来挖过中横公路的。斑驳铜像眺望着远山，逐鹿工人筚路蓝缕，移起山林，可歌可泣。生死不渝，我是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这些开路的精神把它留下来，也希望我们整个大理山地区或者是所有的用路人不要忘记这一些英雄。中部横贯公路是我国闻名于世界的风景区，除了伤痕累累的过去，中横公路也承载无数欢笑记忆。大队学生戴着黄色帽子，背着大包包，走在中横公路上，这是最夯的救国团夏令营。1980年代是中横健行队的黄金时期，7天6夜行程，从雾社或离山出发，徒步70公里，目标前往花莲长春祠。当时甚至流行一句口号：“走过中横，无所不能。”除了年轻学子征服中横的热血身影，金马号小姐的优雅倩影，也是5、6年级生共同的年少记忆。台湾省公路局为了加强服务，最近在台北、台中、高雄之间行驶一种华丽舒适的坐卧两用对号快车。配合中横公路开通，1959年上路的金马号是当时最豪华顶级的长途客车。车中设备很好，
备有书报供旅客阅读，有收音机可以随意的收听音乐。这当年五十多年起来是这拢无厝，这叫拢果园。所以以前人要搭车要到那边去等车。哎，在这边等车，啊，离山车站就是那个地方。聊起金马号历史，如数家珍。82岁的林文雄，高中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金马号随车售票员。民国57年，高三毕业以后那时候公路局刚好在招考人事，所以进来公路局以后受训了差不多2个礼拜以后，再随车。如果下雨天了还是台风天了，这个碰到落石我们都会司机停下来，让我们下去搬石头，把石头移开所以那时候需要用男性的，因为女性比较纤弱一点这是我太太，我们牵手56年了，我们共同生活56年了，从民国56年结婚到现在，我们都在。再帮我们说一下你们怎么认识的好不好？啊，我们就在车站大家互相看对眼认识的这样的。所以是金马号小姐。但是她是公路局金马号小姐的。年过80，仪态依旧优雅。前金马号小姐林正眷，18岁那年进入公路局，从最基层的售票员开始做起。那个时候当金马号小姐，是不是觉得很风光啊？没有，你很委屈了。为什么？每天要面对客人这样啊。时间到了，要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就这样。我们就看到车上该来的都来了，坐满了，口笛一吹，嘣，就上车了，就出发了哦，照片这是我太太，她在当金马号的时候到相馆去照的。身穿及膝窄裙，头戴船形帽，当时人人称羡外形靓丽的金马号小姐，想加入他们并不容易。除了身高必须达到160公分，并拥有高中以上学历，还要经过美姿美仪及播音训练，才能正式上线工作。那时候的客人比较单纯，有的会比较啰嗦他会写纸条给你，要约会你去哪里跳舞，哪里听歌这样子。我不跟他拒绝了，不能乱来啊。老板娘还会很回味当时当金马号小姐的时候。12个腰带23，现在32了，怎么会回味差那么多？蜿蜒公路贯穿古今，承载着无数美丽与哀愁。近年极端气候加剧，山区交通也迎来新的挑战。就是这里，在中横公路30公里东势通往古关的路段，大甲溪河床的溪水跟路面几乎是一样高度。我相信不只是中横，全台湾的所有的工程，全世界都面临严峻的考验。山区豪雨不断，使得中横公路沿线溪流水位暴涨，激流夹杂的沙石把中横公路两旁山坡的大树都冲断了。那在这个区域，因为你土地一直边坡一直没有稳定下来嘛，所以在这个极端气候之下，我想会造成更大规模的崩塌就是了。透过百年监测数据，气象署向全民提出警告。如果你过去也是1910年到现在6个百年测站的雨日变化，可以看到雨日是越来越少，百年来少了大概约40.9天，就是超过一个月的这么多。那雨日减少，雨量没有很明显的变化，其实是代表它的降雨强度是增加的。极端降雨增加的时候，其实会增加像土石流的风险，对于这整个道路啊还有安全，其实是比较都是会有影响的。2004年7月2日，米都立台风袭台，古关地区单日雨量突破500毫米，重创中横。观测数据显示，就连台风走向也可能冲击公路安危。那我们把这些台风的路径呢，全部画出来，你可以看到，几乎都是从东北角这边登陆，然后一直往西北上前进。那以这样的一个路径，其实它会带来一些西南气流，让这个中部的降雨呢，山区的降雨是会比较明显的。在梅基台风，它的9月单日降雨有来到600以上。其实中部测站它在9月份的
月雨量大概就只有300多，所以其实它单日降雨就可以比月雨量来的多那么多，代表其实台风带来的这个极端降雨对中部山区是有蛮大的影响的。我们现在位于是台八线96K 的碧绿溪民隧道，那这里近年因为灾害持续过大的影响啊，我们这个民隧道的灾害范围持续过大，原来它是一条石沟，那它现在已经上方，因为我们这个气候极端气候影响，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Y 字形的石沟。近几年这种无预警落石情况经常发生，尤其是在大雨之后，那因为边坡遭受雨势的灾害冲击，所以会发生这种落石石沟的现象。像这里就是最近一次雨势灾害造成的落石的情况，因为这种是属于一种无预警落石的状况，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在执行业务的时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短时强降雨、极端雨量、种种严峻气候考验，正对中横脆弱地质紧逼威胁。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边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滑动体，主要是因为下边坡大概500-600公尺的地方有一个碧绿溪的一个涛刷，让它每年会一直往下降。中横公路台八线93.8公里处，近年以每年1公尺速度持续下滑。从高空鸟看，原有道路与新建道路已有30公尺落差。那这个早期使用的工法是这种 RC 挡土墙，然后配合这个地锚，让它锁固哈，让它固定这个挡土墙的一个支撑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地锚挡土墙，因为这个整个量体太大了，它没有办法承受，那所以说它就有破坏的现象。到后来呢，我们改变的这个思维哈，就使用这个在这个大的这个滩方体里面的这个地方去取掉，然后来做一个回填，就土方平衡的原理，透过这个高分子聚合物的这个加进隔网的这个材料的工法，它是一种柔性的工法，它可以承受的变位可以达到3-50公分，甚至到1公尺。柔性工法，工程建设的新思维，尝试与天灾共存。从这里就可以看过去，它这一种结构是不需要有这个 RC 就是固定的基础的啦。即使说它真正有破坏了，那么我们改天只要它在面层再继续再增加的话，它并不会丧失它的原有的功能。极端气候事件加上无形天灾，走过一甲子，通往中横的安全之路，面对大自然仍有挑战与变局。回到华视新闻杂志，提到新北市的乌来区，你脑海当中浮现的除了温泉、老街、瀑布，还有哪些印象呢？其实乌来是新北市境内唯一的原乡部落，也有着相当丰富的泰雅文化历史。过去许多因为风灾被迫离开家乡，在都市打拼的泰雅族人，多年后都不约而同陆续回到部落创业奋斗。不管是走入山林的狩猎学堂，或是与传统织布文化紧密结合的咖啡厅，他们在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努力维持生计的同时，也致力传承，期待家乡变得更好。跟着返乡青年的脚步深入乌来，一起感受泰雅文化的魅力。就是不习惯外面的生活，对啊，还是习惯山上的生活比较自由。在部落做生意，你一定要以整个部落的山林还有部落的这个人群为第一考量。在织布的时候绝对沉淀很多东西，慢慢慢慢去织，可能有他的情感在这当中。我是泰雅族，一份那种喜爱自己的文化，就这样传承下去。你看现在又不同的鸟在叫了，有时候有千色水鸫、紫啸鸫、台湾蓝雀，反正有很多种鸟类了，在陪我们在山上。所以有时候在山上，其实你看起来像一个人哦，其实不无聊。总是起个大早，在各种鸟鸣的陪伴下，亲手制作餐具。他是乌来大统山泰雅艺术馆的创办人，现年35岁的田园。原本是在乌来老家经营景观咖啡厅。但2015年的苏迪勒风灾让他不得不离开熟悉的部落。其实后来在风灾之后，其实就是乌来的产业很惨。我那时候是第二度被
被踢出去都市生活，那在外面生活就可以更想象，其实就会更想象，就有点像那个鲑鱼想要绑架的那种，原来那些鱼被冲下来会想要绑架的那种思维，就一直会在脑袋，很像说哦，为什么要返回去，就是会有那样子的想法。今天采用了这个餐具，我就用这个叫做原住民叫阿力达干，国语叫做绿竹。就是无法忘怀部落的生活，如今再次回到山林，究竟要如何在家乡生存？他开始有了更多想法。那这一次的第二次返乡，又更重视到这个生态跟泰雅族的这个过去的文化知识，还有这些生活的技能技巧，甚至不管是家族的长辈所留下来的这些故事，都会去盘点。所以其实回到山上，就慢慢会有一些很多的思维跟富裕有关、防灾有关，那不单纯只是一个文化观光而已，它有更多的教育内涵在里面。来到新北市乌来区的大统山泰雅艺术馆，或许你会有些疑问，所谓的艺术馆，那展间跟展品在哪里呢？其实整片山林就是最好的文化展演场域。这一棵叫乌桕，这一排叫小叶赤楠。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这个水苎麻。水苎，你不怕的话，你摘一个红色的来吃。可以摘来吃。对对对，很甜。有哎，很甜，很甜啊。刚摘下来的果实有着独特新鲜口感，而山涧边随手摘来的桂竹笋也散发着刚出土的清香。哦哟，大，拿一下。哇塞，是个宝贝呢！大家现在抢着这个，抢着要呢。继续迈步向前，田园带我们进入他祖父祖母过往狩猎、栽种作物的土地。哦，大是拉杜比路亚基马布拉莫罗伊啊，莫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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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莫怀达。这个以前我们是不锁的啦，后来哦，发现这边的猕猴会开始偷刀偷猎具哦，我们就你也知道那个猕猴啊也会讲国语的、啊、我们才开始有买锁的，不然我们以前是不锁的啦，因为里面工具太多了。他们也不是偷啦，只是先借后讲，被发现的时候讲。光这一面的猎具就好几种，不管是现在法律上禁用的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们也已经就没有再用了，但是就变成这一道墙是做一个便签上的一个教材踏板啊。哦哟，这两个一排排的猎具是父亲传承下来的宝贵经验，过去在猎场当中合法使用的陷阱，如今成了在自家土地上的知识宝库。好，其实陷阱很多很多很多样式，但是原理大同小异。你注意哦，我这个这一根嘛，有一个长的在下，短的在上。哦，这边有一根，这样是不是卡住了？记得坐不要在那边哦，不要朝侧面，保护这个下面不要让它掉，把它弄得很像很自然。所以动物它看到这根，它就要跨这一根竹子，就跨。就被踩住。不管是设置陷阱，还是模拟使用传统弓箭狩猎，田园用轻松又幽默的方式述说自家的狩猎故事，也分享了他心心念念想帮助部落振兴经济的计划。太轻，不够饱，对，不要去破坏掉这个平衡，就是你赚钱啊，跟生活负担的，以及这个部落的这些资源分配等等这几个面向，你都要去考量到一个均衡的话，你的在部落里面的事业你才能够做得长久，也可以做得好。在部落做生意，你一定要以部落整个部落的山林还有部落的这个人群为第一考量。
为什么传承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你必须要传承，你就必须要保护这个生态的持续性，这些生态资源永续的概念，或者是你要它每年都要有，因为我孩子要一直在这边生存啊。维持生气，也为部落文化尽一份力。这家乌来瀑布咖啡厅的老板也为了这个理想持续努力。10块钱，谢谢，谢谢，你好可爱。现年36岁的高玉梅，在经营咖啡厅的同时，也有着泰雅侄女的身份。中学时期总是一股脑的想到外地生活，在真正离家之后，才发现自己有多离不开家乡的部落。小时候就跟我妈说，妈，我18岁就要离开家。然后我妈想说，你这小小年纪一直说你18岁要离开，你是要去哪的？然后他们就觉得当玩笑话这样。大学就考超远，考到台南去，所以我大学就在台南生活，然后也是住在外面啊。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很想回来耶，就是在南部生活的时候。你好，把你说放松一下一下。这是冰箱，这个。然后早期呢，这个咖啡厅是从我姐姐开始做。我不是去学专业的，但是我就是从那个时候也是有老师来教他了，然后姐姐在教我。对，然后中间那一段店就是爸爸做的，爸爸经营。然后到我回来之后，再慢慢重新的去调整菜单什么的。也可以购物东西啊。在装饰的时候，可以缺少一个锅的地方。如果你真的织布，然后要可以跟产业搭上关系，你就要想办法做些什么，让它可以维持，就是生计或者是经济上面。来，我去扭吧。随着生意逐渐步上轨道，高玉梅心中的织布魂也跟着蓬勃萌发。他为什么会打结？对，他会因为那个细根。在母亲的协助指点下，店内除了咖啡研磨的声音，也开始伴随织布机运作的声响。不要太紧，不要太紧，不要太紧，你看，不要太紧。加上好，就打开点点就好。已经66岁的周小云一头栽进了泰雅织布的世界，专研已经30多年。他不只是推动乌来织女文化复兴的重要先驱之一，也为乌来认证找回了失落多年的独特曲尺裙织纹，更进一步带领部落年轻女性加入泰雅织女行列。他开始在学，并没有说因为我会因为织布我赚钱，没有那个想法，就想说。老人都还在嘛，跟老人学。我们以前为什么会跑到花莲、南投？我们几乎就是寻遍了整个名师这样学起来的。所以想想，虽然累，我觉得最起码我们已经让这个氛围还是织布的那种开心啊，已经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也看到。再把肚子再拉上去。他就是这样。小时候你在很多老街看到那些布，大部分都是工厂出来的，那可是人家只是为了买纪念，对，他就被框框起来了。你会以为那个就是泰雅族，其实这个有点可怕。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你今天拿一个，就是可能不是真的我们传统的服饰。因为都是改良的，比如说像背心或什么，然后甚至连布都不是织的，但他带回去说这是泰雅，然后可能他去跟人家分享说这也是泰雅族，那就很可怕了。对，久了他就真的变泰雅族了。我是希望是说他们能够喜欢说自己的文化，我是泰雅族，我爱我的文化，那我必须要，也没有强迫了，真的我不是跟这个年代不可能强迫的了。也最起码我还有一份那种喜爱自己的文化，就这样传承下去。努力传承文化的精神当然让人相当敬佩，不过对于有些曾经在外闯荡打拼的泰雅族人们来说，想回到山林，想回到部落生活的原因其实相当简单，就是不习惯外面的生活，
对啊，还是习惯山上的生活比较自由。你在外面的模式跟在山上的模式不一样，所以很多琐碎的事情或者是遇到工作上的问题，没有可以倾诉的朋友。和多数原乡部落的青年一样，周怀恩和林诗倩这对夫妻都曾经离家到异地打拼，无法适应都市忙碌又紧凑的生活，于是他们又回到部落经营小本生意。我们都用这个皮来焖，就会更香。炸物青石搭配当地现菜，免费赠送的炖煮桂竹笋，简单的料理盛装着满满的人情味。餐桌一摆，板凳一拉，这间山林小店成了部落中热闹的嘉年华会所。就是能聚集我们部落的青年常常聚在一起，对，我觉得说这个意义蛮大，因为我还没开店以前，他们都是在下面的广场，在那边喝酒，站着喝酒聊天，啊，也没有什么吃的可以配。那我后来才想到说，那我来开这家店，啊，有跟他们就说，哎，我有开喽，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的说，哦，终于有地方可以坐下来聊天呐，终于有地方可以欢乐。山林怀抱总是温暖，始终热情敞开双臂迎接想回乡的族人。他们在自家土地打拼，汲汲营营认真生活的同时，也积极努力传承泰雅文化，为原乡部落原有的美丽打开了另一篇崭新事业。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您听过花式足球吗？足球运动除了竞技比赛，还能以颠球和小范围控球搭配花俏步伐展现个人技巧，这样的玩法称为花式足球。2013年，国小老师吴哲明在当时任教的彰化顶庄国小和同学一起展开花式足球的探索学习历程，大家都称呼他小阿诺老师。除了在学校教学，多年来小阿诺也利用暑假期间四度环岛，总计造访超过20所学校，分享这项运动。如今他回到故乡高雄，在新唐国小继续带着孩子们透过不断练习培养自信，也勇敢站上表演舞台。教育动起来带您认识这位长期投入花式足球运动十年如一日的国小老师吴哲明。年少轻狂，会觉得我想要把孩子推到世界的舞台去，就是不能放弃，放弃就没了。阿甘精神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我就用我的脚环岛推广花式足球。因为我在国小阶段，我的成绩是后25%，学习低成就的孩子，那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被放弃，他们只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亮点。Hello， 我是小阿诺老师，欢迎和我一起来体验花式足球的美好吧。Go， crossover， 肩膀停球，好 ，step， 拉球。吴哲明在国小教书，大家都称他为小阿诺老师。2013年，他在当时任教的彰化顶庄国小，无意间接触了花式足球，从此成为这项运动的超级爱好者。起源于南美洲的花式足球，是一种充分展现个人技巧的足球玩法。当年他跟着学生从零开始，十年如一日，日复一日勤加练习。那时候怎么跟同学介绍花式足球的？就直接做给他们看啊。这样子啊，一鸣，这样挑对不对？哎，喷球了。会两个极端啊，会想练的就会想练啊，不想练的就是你怎么样，哎，利诱他，他都不会想练。推了快十年了吧，应该今年十年了。大概历届以来齁，有两个持续练，我就觉得赚到了。就是我都跟他们讲，像走路一样啊，只有动膝关节而已，很像在走路。我开始练还练到韧带拉伤，就是会用蛮力，
可是它不能用蛮力，它是要膝盖放得很松，带起来之后绕过两圈再接到球。这样子，就是刚离开顶庄还在彰化的时候，会有那种挫折感，会觉得为什么一直推不起来。对，因为那时候会年轻嘛，然后就比较年少轻狂，会觉得我想要把孩子推到世界的舞台去。对，然后会觉得说希望可以帮助他们走出去台湾，然后看到世界。可是后来我会觉得这个好像太自大了。我后来的想法就是觉得就是把这个运动分享给孩子。拉球哈，拿起来，弹地，一、二、三，夹着。你的测验项目就这样子而已，最后一分钟啊，准备测验了哈。太满了。哎，过关。好。利用午休或是周三放学后的时间，他们齐聚在校园里的大榕树下，从不断失败中重新找到练习的节奏，共谱花式足球动感日记。2006 LTW， 看看你能不能今天冲出来哈。五年级的林品彦，绰号2006，因为他曾经创下脚背挑球的最高纪录2006下。他从三年级跟着小阿诺展开课后练习，两年下来，已经是社团里能够独当一面的一哥。哎呀，球都没有带好。不成功继续练吗？嗯，对啊。会练多久？练到成功为止吗？应该。我自己本身就喜欢运动，所以就想说中午可以下来运动一下，可以不用睡觉。他们想要第一次就练，然后就练起来了，所以就对花式足球开始有兴趣。他本来也都不会踢足球，他接触了之后他就觉得很好玩。在练这个的时候他会就是很专心，他一定要把它练起来，可能一个招式，但是他可能一直练都一直练不起来，但是他就是一定要把它练起来才可以放，他才会结束。林平安，换你啦。压轴，对，自称新堂最厉害的花族玩家来了。第一次没有，第二次没有。阿妹，你不要在那边，她要往后拖，她要撞到你哦。没有，失败。你今天练的动作有练起来了吗？有，都有成功。你只有 LATW 没有成功，其他有成功，但测验没过，觉得要继续练习。没有，继续努力就对。对，不要，就是不能放弃，放弃就没了。吴哲明不止在校园带同学玩花式足球，家中的两个孩子也是从小耳濡目染，跟着爸爸一起做高难度动作。他是自己设定的目标，他就是一定要去执行，就是会自己给自己功课的人，然后可以说是很固执吧。他觉得对的事情，他就要一直做下去。就算他说这个很冷门，然后外界也不是很注重这个运动啊，也没有什么资源，对，他就是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另一半以行动支持，但自己的父亲却一路反对到底。他自己皮在痒啊，我不赞成他这个啦，不可否认啦，我也是蛮佩服他是有这个毅力，说做这个事，老实讲吃力不讨好。DJC 亲子花族环岛，现在时间快要7点了，我们要去第一站重学国小了，出发。坚持初衷，继续带着满腔热情。2023年暑假，吴哲明带着孩子，父子俩一起环岛，到国小校园，邀请大家一起进入花族世界。箱子里面有什么？就给同学的伴手礼，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我女儿画的图，然后把它做成毛巾。还有我们的里面还有什么布条，最后拍大合照要用的。
表演用的音响。一代式的音响。对，一个音箱。我借大家的双手，我们先给小阿诺老师热烈的掌声30秒。我们欢迎小阿诺老师。因为我原本在偏乡顶庄国小服务，那个学校后来连组那种乐乐足球都组不出来，那时候我也不会，我就跟着孩子一起学，然后跟孩子类似亦师亦友吧，我们两个程度差不多嘛，我们来比赛看谁先踢100下之类的，就这样子慢慢的练起来。我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蛮笨的老师吧，我会觉得这是自己的宿命。因为我在国小阶段我的成绩是后25%，我不爱读书啊，对，所以我在现在在教育现场的时候，我更能够同理一些学习低成就的孩子，那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被放弃，对啊，因为我自己经历过那一段，他们只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亮点。3 2 1，所以我就是人家讲的阿甘精神，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我就用我的脚环岛的话，刚好又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看台湾各处不一样的角落，那顺便再去推广花式足球。我们继续往下一个里程碑继续前进吧。下一站我们要去宜兰的竹安国小。绕行台湾西部，他们从新庄的思贤国小继续前进，下一站宜兰头城。对啊，只能走北宜啊，就九弯十八拐。没错。向左转，然后回转。看，同学还帮我做了这个。这没有拍好吗？哦，可以。6，第6锁了。四度环岛，全台20多所学校都有他们的足迹。我们这一路大概骑了1150公里，有够累。噔，腿都变黑了。小阿诺的校园人生不止在教室课堂忙碌，也因为花式足球更加精彩丰富。One, two, one, two. You kick your ball to higher, no, lower. 吴哲明在2018年来到新唐国小，一直以来总是凭着一股热情，课后练习外加假日补强。热血老师投入大量时间免费教花足，孩子因为好奇而加入社团，学校老师也是成员之一。我非常感动的是，因为他放假日都会来，他的礼拜六，只要他有时间，家长能够来，他就会来，他就会来到这边来跟大家一起练球，就在这一棵榕树下，几乎除了睡觉。教书之外，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放在花烛上面。
从偏乡学校到大都会任教，吴哲明老师以花式足球建立起和孩子沟通的桥梁，让快乐学习有更多可能，而教育也跳脱课堂，发展出不同的思维面向。2006，加油！一分钟哦，加油！一分钟要做起来才有。预备 ，Go！ 加油！加油！加油！哎呦，哦，没水哦，不要急，不要急。好过，啊，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哈，你可以去收书包，整理你的东西，准备放学，拜拜，拜拜，嗯，拜拜。Hello， 我是小阿诺老师，欢迎一起跟我加入花式足球的动态世界。小阿诺的花式足球课以校园为舞台，继续向外扩展，动作熟能生巧，进而自信展演。教育动起来，热血老师身体力行，带着孩子一起踏实逐梦。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走入中横，回忆逐鹿岁月的记忆，探讨公路长久永续可能面临的挑战。走读乌来泰雅族部落返乡青年分享了回家的初衷，以及他们坚定文化传承的心意。另外，国小老师吴哲明用热情引领孩子们爱上花式足球，也让学生们从中找回自信。更多深度报道，请持续锁定。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仙怡，我们再会。我是林仙怡，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